好家伙，那你别哭了，都热的，这个猪皮鲜，真的好吃啊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现在四川成都的去吃一个美食，叫子东阁街，它是挨着厕所。三样菜，这是一个棚子，外边搭一个棚子，就在一个角落里吃啊，这么多人吃啊，生意太好了。没发现打架？好，你都讲了，里面都有位置的。做这个卤肉做了多少年了？哎，卤肉还是有二三十年了哈。香吧，嗯的。卤肉、白肉、鸡肉。卤肉、白肉、鸡肉。三道卤肉、拌肉、鸡肉。啊，卤肉、拌肉、鸡肉。哎，对对。一样来一份，多点份。三十。好，我一样来一份。嗯，有没有汤？一份，几个人？我们五个人。五个人。我的卤肉、拌肉、鸡肉，还有鸡杂。王哥，一份。好啥啊？啊，对，我是意大利的嘛。啊，这是菜汤吧？这个多少钱一份啊？五块钱，好，这汤没关系，啪啪菜，啪啪菜，啊，啪啪菜，这个汤是什么汤熬的？就是高汤吗？鸡汤，鸡汤，鱼茄子，茄子炒萝卜，豆角，这样的汤才五块钱。哎，哇，一块钱一位还是一块钱一碗呢？哎，一块钱一位是吧？哎，一块钱随便吃。这个，这就是拌肉啊？哎，拌肉。这个就是那个鸡块啊，对，啊，这是卤肉，卤肉都是30元一盘是吧？三十啊，都是30块钱。嗯，要是怎么卖的？不卖这个就不要了。啊，不要钱的是吧？不给钱，那就是这个。这个30块钱一份是从哪一年开始涨的这个价钱？去年吗？对，肉涨价了就涨。你肉没涨价，一般都是24元。哎，对，肉涨了你脾气没高是吧？随行就市是吧？一般就是10点钟吧。早上10点钟开始。10点。啊，到几点钟结束呢？2点。啊，就是卖这几个小时。哎，几百斤肉。今天没有存货的。啊，每天没有存货，现卤现卖。还不够。啊，不够。不够。来吃饭的都是旁边的顾客啥的啊？对。9块钱两位不花钱，3道菜，三道菜。但是人多的话，也是就3道菜。哦，对。他就这样，就这么3种菜就行。要一样点2份，不够出锅点2份。你们经常在这里吃吧？很经常来吃。是住在附近呢，还是怎么样？附近。啊，附近。感觉这个味道啊，特别好啊。还是可以，是吧？还是可以哈。大哥，你经常来啊？经常来吃啊？还行。您是附近人吗？不是，专程过来。走了有多远？10多公里吧。好，大概500盘吧。卤肉、拌肉、鸡肉、火腿一起，差不多。只卖一顿的。卖一顿，中午。哦，对，哦，有人。祖传的，祖传秘方。哎，对，哇，我不知道这么多人吃呢，祖传的。哦，这每天得这几盘呀？4盘，4盘多。哎，小朋友，打个招呼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哎。哈哈哈。老年人吃的也好，那肉比较软烂吧？啊。小肉啊。啊，小肉味儿哈。这也是打包的呀，自己拿碗的，他们是打包的，打包的，自己带着，对，打包的，他们自己来的，打包的。我吃沙拉。这个咱们白切，炒菜。困多不明，有音的。上菜了，自己端啊，自己端。辣椒不用吃。3菜1汤，全是荤菜呀，阿华菜，
哈巴菜汤。这个是凉拌鸡。成都人小日子过得美啊。这是它的卤肉啊，我们点的是肥肉相间的，没点那么太肥的啊。哇哇，这堂哥给来个鸡，添个鸡腰啊。尝尝这个鸡腰怎么样？鸡腰了，鸡翅。哦，这是几十？这鸡翅也三十啊？三十。咸鲜，有一点微甜，这个香啊，这吃米饭绝对大力。再来个这个凉拌肉，这凉拌肉也是三十啊。这个分是什么时候尝呀？这是好像是种咸菜吧，拌的肉。尝尝这里的瘦肉，这瘦肉咸鲜的，这也是不辣的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辣味儿。这里边还有豆干儿。这个是凉拌鸡啊，凉拌鸡，凉拌鸡稍微有点微麻微辣，像那个麻辣鸡差不多。